再看到，在高雄市政府晚间在高捷的车厢举办了一个时尚趴，有上百位的名模把这个捷运的车厢当作这个 fashion show 伸展台来走秀，包括像是名模隋唐、徐伟宁、还有温升豪以及佑胜全部出席。捷运站变成时装秀场，名模隋唐、佑胜跟温升豪三人华丽现身，成为全场焦点。谢谢高雄的观众，好热情！哈喽，高雄的朋友，大家好。四座两层楼高的手扶梯变成了移动的时尚伸展台，名模徐伟宁、Dream Girls 还有王传一跟 J 女郎昆凌接连上场，让捷运站星光熠熠。另一头捷运车厢铺上红地毯，变成时尚列车。名模林伟如还有林佑利一身大红色风衣，在列车里走秀，超吸睛。这样电扶梯的方式很特别啊，但很新奇啊，因为其实在高雄很少有这样子的活动。远远看着那个马桶，就是看着很亲切。上百位名模齐聚，不仅让高雄捷运站人潮滚滚，也让港都的周末夜热闹非凡。追求梁家旺、黄佩如高雄报道。